追求特异功能是许多人的梦想，追求特异功能在中国已经成为巍巍壮观的群众运动。这是在湖南的一个公园里，这么多练功群众，这么多的阿婆，居然在练习拧勺子的特异功能。他们还认真地把勺子贴上号，然后每个人都想着他们怎么把勺子拧成麻花状。但是太遗憾了，他们显然没有掌握拧勺子的技巧，不懂得这魔术的小窍门，所以把勺子拧得根本就不是规范的样子，显得它软，软了以后呢，把气都往里面灌，灌进去，这个与这个面条一样的，显得它与面条一样的，再当着你们面把它拧成这样。哦，那是不是你那怎么我就拧不完？是我力气小？力大无穷吗？你力气大，嗯。你为什么能够拧弯？这是不是就是你力气大呢？哎，对，刚才你尤其的点出说这个好像是和魔术有关系，对，是不是？哎，这就是魔术，是不是说做了什么手脚？这就是魔术技巧，嗯啊，这就是魔术技巧。这个东西啊，就用了一个最简单的咱们中学物理的杠杆原理啊，你这么拧是拧不动的，这么拧哪拧得动？对对对。但是如果你把它折成这样，再来拧，哦，它是这么拧。哎，这就容易了，先把它折成这样，对，再怎么拧，拧住，哎，我力气太小了，你白面书生不行啊，啊，还是您力气大，你看，先折几下，产生金属疲劳，应力集中，然后折成九十度角，接下来，好，我再来试试，啊，你再来接着扭。哎，真是可以啊！可以了，哎，可以拧拧动了，你成半仙儿了。哎，是可以了。我今天学会了一下。司马南说，这个表演他是跟某电视台学的。这家电视台一度有个栏目专门搜索奇人异事，告诉你们这个东西是怎么变成一个嫩的树叶的。嗯嗯，好，这个办法呀是这样。先把这个嫩树叶放到嘴里，哦，先找一个嫩树叶，再把这个放进去，嗯，然后把绿的拿出来，啊，那你表演的时候有吐错过的时候吗？没有，吐出来结果还是那个老的那个。那如果万一吐错了，凡是会这种表演的大师，他都会接着讲，哦，还没变。还没变，再来一次。有一次呢，就是我们这圈里有一个大师啊，表演特异功能，拿瓶子抖药片，嗯，抖药片呢，他身上准备了一种黄药片，还准备了一种白药片，嗯，对，那么因为结果抖错了，把黄药片抖成白药片，旁边的这个观众啊，有一个像你一样特别纯情的一个小姐，嗯啊，一看抖错了，这大师自己先愣了一下，哎呦。怎么变成这色了？这小姐说，哎呀，真神奇呀，黄的都变成白的了。明明演错了，大家还是照信不误。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用得着一句哲人的话，嗯，他说啊，人们看到的正是他们想要看到的东西。哎，也就是说人们是愿意追逐这种神奇的，愿意看到奇迹。一个人如果手里拎着一把锤子的话，结果会怎么样？他满眼睛都是钉子。烟头在玻璃杯里边跳舞。司马南在友谊宾馆向来宾们展示这种特异功能，大家看得见。这烟头动了吗？为什么会动呢？徐徐的吹，使劲，动了没有？动了，动了。哎，动了动了，这个动得大了。哎，啊，哦，这是这玩意儿啊！哎，我跟你说，文涛，你看，不，他这个，不，我刚才吧，我觉得有很多疑点，但是我不明白是为什么，因为我在想，他为什么使劲让我把这个下巴呀掉贴到桌子上？因为开始我这样吹嘛，这样吹他那个手就伸不下去了。哦，现在才可以明白，你看不见，我就半信半疑的，我说好，贴着下巴，一边贴着下巴，一边贴斜着眼睛看他，但是实在贴得太近了，看不见了。我还是觉得有一个不明白啊，是用一块磁铁它动了，
但是它这个里面又没有金属，它这个烟头它是纸和一些这个海绵一些这种物质啊。按我们这行规矩啊，是不可能随便把这个东西告诉别人的。你听说过那个猫把老鼠教会了猫没饭吃那种故事吗？猫留了一招上树。哦，这最后一招你说我说不说？啊，说了说了。要说可是彻底暴露了。哎呀，都是好了，我们现在就是要彻底大曝光。那我就说了啊，千万别跟电视观众说。哦，那你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呢？对，我想起来了，嗯，他刚才我们来之前呢，哦，要闭目养神，拍摄之前他让我们所有的拍摄人员全部出去，他一个人养神五分钟。哎，我还记起来了，我说哎，要烟头的话，那个文涛你从你那儿拿一个，他说来来来来来，烟灰缸里不是有吗？哦，他必须用他事先布置好的这个。那我看看这里面是不是都有呢。哦，这里边也有两根大头针，这里面也有，看来根根都有啊，所以才会能动啊。这里我们也看到也有啊，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尖啊。哦，就是说这些大师在表演的时候啊，他一定要用自己准备好的道具，嗯，很少说有我们就说随机拿出一个什么东西。随机拿出来的东西呢，有些也可以临时做手脚啊。凡是这种表演的人呢，如果你给他提出一个条件，修改他那种程序，他说拿这个东西不行不行，换一个，哎，啊，这多半就演不成了。这位长得像真由美一样的日本电视台主持人在特异功能面前惊呆了。这个筷子啊是塑料筷子，这种塑料的特点呢是硬度很高，但是非常脆，只要用力这筷子呢就会断。筷子断呢就和我们飞机啊在飞行的时候和飞来的鸟相撞，飞机被鸟撞了一个大窟窿是一样的道理。很多人呢单凭一般的感觉他很难理解，飞机居然会怕鸟，还真的就怕鸟。二战时期那个飞机啊空袭轰上一些鸟去，有的飞机就被鸟撞下来了。主要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是速度。刀的锋利和表演的残忍，现场的观众真切感受到了。刀砍不伤秘密在哪儿呢？刀砍不伤呢，这是一个小窍门。这个刀是真刀，不小心你看手都划破了。身上打的时候呢，我并不用力，看是举得高落得低，就像呢当领导的在单位，亲儿子在单位拿他儿子开刀，其实呢骂得厉害打得厉害，实际上是做给别人看的，手下并不使劲儿，下不去那手啊，到底是自个儿的肉。所以呢刀呢这刀呢举得高落得低，建宏打的时候呢他又怯怯生生，这里边有一个两个人配合的技巧，他跟我一次也没有演练过，但是他下不去手。可是刀呢明明晃晃看着又很真切，大家心理上有一种恐惧感，觉得寒气袭人。还有一个呢，这刀啊刀尖这一块呢弄得飞快，你看不小心手就削了啊，这样刀手就削了。但是呢刀底下呢弄得呢不那么快，所以呢咱们这肉呢又是软的囊的，这皮呢也是人老了角化层比较厚。这个烟头的温度确实很高，但是为什么放在舌头上舌头会不伤呢？舌头啊被烫伤，实际上这是一个碳化的过程。碳化的过程需要有前提，这个前提有两个，也就是说要满足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我们才能够把舌头烫伤。第一叫做足够的温度，700度够不够？够了。第二个要有足够的作用时间，时间够不够？不够。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把舌面凹凸不平的那些水分蒸发干净的时候，这个温度很高但是呢火很小的这么一个烟头就被淹没了。所以呢不能同时满足温度高和时间够两个条件。还有第三呢，那就是手法问题。如果回去以后您不经过司马南以及司马南的革命战友刘建宏同志的演练上去就往里边戳，那很可能特异工作人不成变成残疾人，掉一块小皮的残疾人。我提醒大家，原来我在演这个《我爱我家》的时候，我演过一集《大气功师》那集。那么在现场呢，就
也是大家开玩笑，我演完了以后，那里边扮演和平的丈夫的那位叫什么，叫杨立新，贾志国。这贾志国假不假是说会司马大师那招我都会了，拿过来就给一个巨物式，说来来来，我给你表演一个，我会那个入火不焦，说你烫着我，我烫着你揍我。哎，他拿着上去滋啦一下，一层皮就没了，结果就开始你说你这呵呵。所以呢还是个方法问题。那么这个方法的核心是什么呢？你看我一发功孩子都这样。那么这个方法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你啊要比较快速的轻轻的触动啊，挨一下然后离开，再一下再离开，再一下再离开。你要往上一摁那就烫伤了。